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去万象待了几天回来，再做一做核酸检测，其实已经做了2次了，都没问题。那今天的话，重新再做一次，顺便给大家演示一下操作的过程。打开就是这些东西。这个应该是一个收纳袋，把这些用完了放到这袋子里面去。万一要是有病毒，就不会造成再次的传播。哦，这么难撕吗？这个方向。这样，多搅几次。打开就是这样的。你不知道大家。有没有自己做过这个核酸检测？现在已经出了结果了，一条杠 C。这个是安全的，啊，像我们这样抽烟多的，有时候抽烟抽的也会咳嗽，所以说去到万象这些重症地区回来，一定要多检测几次，为自己负责，也为周围的人负责。我现在回来已经测了3次了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好了，那这一期视频的话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，下期再见。拜拜。想关注不迷路，下期再见。